我用欺骗。名字头顶一笔天。李乐，安桥是你生的，你的私生活有小本文无小本文，你想清楚。你哪有可能去占酒店找查某？一定是有人恶窟老尾好跳啊！那安尼安强即摆一定真危险，对不？等伊明仔载出来了啊，我袂比伊退出当时两个机会，袂用让人一直当作家己人啊，伊人。你若真正安尼做，安强一定会怨恨你一世人。为了保护这个后生啊，我更加好怨恨啊，我嘛甘愿。不要紧啦，先回来厝的。爸，你紧回去呢。我让爸真失望。你知影吗？我伫内底想真多，我困袂去。终于会当体会到你、阿公、阿爸当时坐家的心情。我即马才知影，恁是安怎这么着急把我救出来。好啦，爷，代志拢过去啊，莫搁讲啊。阿伦，歹势，我一个做大兄的，袂当以身作则。以前我开嘴合嘴，就是我的专家，用法律来甲恁压。要不过今仔日，我甲你放关入去，我想你一定看袂起我。阿兄，不管发生啥物代志。不管咱安怎冤、安怎拍，永远拢是我阿兄。你无听人去讲，拍好了才亲兄弟。我相信，假使若外口人要甲咱欺负，咱两个兄弟啊，一定会相敬的，敢是？阿伦，这个家是因为我回来，这个家欠不了。我想大家人对我拢会真怨叹，我嘛得袂到因的谅解。就算嘉义，伊嘛是会怪我。哎呀，只要你甲代志的经过，甲阿嫂解释清楚，我相信阿嫂一定会谅解你的。无可能，是我欺骗伊在前，伊无可能安尼就原谅我。要那无，伊今仔嘛甲你同款，会来接我。哎呀，卖放弃。咱即马紧回来，我相信厝内底所有的人都会替你挽回恁的婚姻啊！拢是咧陈耀辉，若毋是伊，宝贝代志早就解决啦。恁大嫂嘛未知影。阿兄，恁阿哥甲这代志怪有陈耀辉阿去啊？阿伦，我无误会，进前是宝贝因家，我已经看过伊啊。刷落去，伊就带恁大嫂来，这一定是设计圈套。阿兄。陈耀辉袂害你啊！哪有这么拄好？警方会知影我伫宝宝因家，佮带记者来。假使若讲有人跳过要来设计，我认为有一人比陈耀辉佫较可能。谁？恁公司的总经理。夏国明。无可能，无可能是夏国明。哎呀！你也知影，夏国明是邪淫天狗，伊讲的话你绝对袂用相信的。无你甲回想看卖啊，是谁上清楚你甲宝宝的代志？是谁带你去酒店讲生理的？拢是夏国明呢？无可能啦，夏国明，伊甲阿公的关系，伊无可能来害我。阿兄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伊连阿公都甲骗甲戆戆西啊！你伫伊心目中是要做偌济？阿哥，这银行我已经查着啊，你的贷款拨落来，也毋过毋是入去你指定的户头，即卖旧卡已经锁出来，所以阿兄，你一定爱甲所有汇款拢甲锁起来，绝对袂用有邪股民有五鬼搬文化的机会。阿伦，
你先回去，我先来公司处理代志。阿娘，不过爸讲叫你即马紧回去咧。我无迄个面见伊。等上海的投资案也结束，我才回去当面向伊赔罪。这段时间，我甲爸时常咧冤家，而且我阁忤逆伊。我明知影伊是为我好，也毋过，我又阁偏偏甲伊作对，是我心好强，自尊心咧作怪，才会安尼做。甲我两个之间的关系，如果安尼，我对不住。阿兄，我认为这话你应该讲我爸听唔得对。喂，等这个 case 结束了后，我会甲新丰国际董事长的位让予伊。安伦，其实你的能力比我较好，我无适合坐这个位。只是因为着你的经验比我较好，像我其实较适合留伫实验室做研究。阿兄。你莫安尼啊，失志啊！就算讲上海投资案有啥物差错，迄嘛袂用完全怪你，你无需要安尼啊自责。你爱记，不管你以后做任何决定，我这个做小弟的，永远拢会听你。彭大风，死哪搞，就莫怪我搞。当时就这个位。嘛，该当换我来做。啊！你这么无尊重我，我无在的时阵，你拢坐我椅仔咧办公室吗？歹势，大哥，我拄则甲上海咧通电话啦。上海投资马上停，冻结所有资金，我叫佳怡通知所有投资者。大哥，啊，不过迄条钱我已经汇出去了呢，这样。土地嘛已经卖去啊！那你我问你，现在所有关系人拢是李英台啦？那有可能？哎，当初是调查甲真清楚，绝对无问题的呢。你卖阁骗我，是毋是你甲李英台串通好，要来设计我？当然啊！李英台迄是流氓的，我是生理人，要哪有可能甲你甲做伙啦？哎，我毋是自吹死咯。哎，你的意思是？阮爸甲安伦来骗我，他当初是拢调查过啊，迄拢是正正当当的生理人呢。我先想想袂到，竟然是李应台的人啊！原来啊，屁股来早就绑好啊。你想要讲啥？你是要跟我讲，李应台早就找这个人要来设计我？那照伊甲恁老爸过去的恩怨哦。真有可能，伊是为了要报复人，所以抓你先开刀。当然啊，这是我失职啊。谢国明，我看这是你甲李英台早就设计好的，对不？安强，你袂安尼怀疑我呢？安怎讲我是你的亲大妹？嘿，搁较垃圾，我也袂害家己孙啊。敢若岛上遐我都袂交代。你即摆莫找我认亲戚啊！最近发生这么多代志，让我愈来愈袂当相信你。我问你，宝宝的代志，是毋是你设计来陷害我的，害我袂当做人，甚至孝顺阮本家财产？董事长，你毋免解释。我甲你讲，等我叫佳怡把所有代志调查清楚，我会撤销你总经理的职位，甚至甲你移送法办。这么重要的事，无要接电话。等下，等我了解你现在的心情啦。你出去，你出去！等下，等下，你就别生气啦。听我讲两句话吼，你认真想一下。自你回来华兴坊以来，除了你跟你老爸意见不合会去冲突以外，在外口。敢无甲啥物人捌捡过？你要保全，咱无事先共通知啊！你叫遐员工一时间是咩人摆？方强，伊是麒麟太神啦！
耀辉，是陈耀辉哦。而且啊，伊即马挖过李英台迄边的，两个人安尼狼狈为奸啊！你搁想看卖？即届你用两支警察局，是虾米人造成的？当然啊，李英台，那是兄弟人出身的，早就学条底啊。伊为着要甲恁老爸恁老豆，会用什么手段来对付咱？迄是予咱安算袂着的。佮加上陈耀辉正经要予你开除过，你的心肝内一定是扣分到即阵。所以即卖，李英台甲陈耀辉两个人是两辈相歹甲做伙。若阮掌握机会时，绝对袂放你煞。陈耀辉种人，伊是亡命之徒呢。不管是伊着用性命来甲你算啊！喂，陈耀辉，我是彭安强，我有代志要找你。什么时阵？今嘛，我伫新丰，新丰的工地等你。你唔惊我，叫伊当面甲你对质。我是咧烦恼你的安全啊！我看你也是先烦恼，你的危险搁坐会落去。彭安强，我本来想要和你加我几工啊，你若想要早死，我就和你早超生。我叫你去接大兄回来，你哪怀疑我去公司啊？阿兄讲，大陆投资的 case 爱赶紧处理啊。你讲拢无地噶，你阿兄即马不管是拢有危险。外口阿达迄只虎啊，嘴开开，准备甲拆一路啊。啊，公司内底社高面迄只阴天狗，嘛准备咬伊。已经打电话叫伊回来。喂，阿兄，爸讲不管什么重要代志，爱即马随转来一撮。你甲爸讲，我即马有重要代志，一定要处理。什么重要代志，先转来再讲嘛。我约陈耀辉伫新丰的工地，我要甲伊将所有代志拢讲一个清楚。喂，爸。阿爷讲，伊用陈耀辉要甲所有问完，做一摆解决。啊，马上去，马上去找到伊，莫让你大爷单独甲陈耀辉见面。好。工地来，请。等下有一个陈先生，伊会来找我，你叫伊直接去楼顶。好，我知影。哦，你是陈先生是啥？我甲你弄就好。哦，有啦，伊拄好交代，啊，伊即马伫楼顶等你，啊，无你对这边楼顶去就使啊，吼，请。戴辉，我问你，宝宝的代志是不是你甲警方通风报信的？彭安强，我甲你无冤无仇，我敢随安尼做哟？
我开除你，所以你怨恨我，想空想方想要来设计我，让我袂当做人。叫宝宝伊来骗我，或者伊来掠狗，或警察、记者来侮辱我，这一切都是爱我死，对不对？本安强啊，无在你头壳想破事了，你头壳里底想啥？你好好想看卖，迄天夜嘛，向上传说你去找宝宝啦。等下，讲我清楚，大飞，本安强，拄好拄好。你甲宝宝安怎熟识？我唔知影，啊不过，伊是我要找的人，因此的干部，确实是真好朋友，所以我希望帮助伊离开台湾，回去带着干子也团圆。啊，若是甲恁某伫咧路拄着，还是无拄好诶，我根本唔知有记者甲警察去啊。阿伦甲因爸，一直甲伊苛刻，啊，你注意社国民这个人，你就是唔听啦。啊，即摆出代志啊，要甲这人送到我家来。你拢无好好检讨一下，到底是毋是你用人出问题啊？安尼讲起来，是夏高明伊咧害我。本安强，我今日答应跟你见面哦，就是要证明讲我毋是不当话的人。我甲安伦婷婷拢是好朋友，我袂因为报复你哦，会破坏阮的感情。我今日讲这哦，你要信不信由在你啦。你若不信哦，就证明讲你这人是非不分啦。戴辉，是的，是我误会你。拄则我无礼貌所在，我甲你回信嘞。你无所该回失的，因为咱两个之间哦，并无什么恩怨。你真正应该回失的人哦，是林某。夏哥明，按即马开始，你唔是新丰国际总经理啊！你等下接受法律的制裁。哎呀，有话好好讲嘛！啊，你敢真是真心这种方式对待你的亲大伯啊？你搁敢问我？阿公伊这么听你，我对你嘛袂歹啊，让你做一个总经理，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你要陷害我？因为。我就是本台大客，本台所有一切都应该是我的，是本台放一个回来。也不过真可惜，你已经给我看破卡手啊！本台的财产，一公斤你都卖少想。现在本台放家侪囡仔，拢这样无礼貌啊！无采我过去哦，还阁这样欣赏你。原来你嘛是一歹种啊，夏高明。咱两个关系到这为止，以后你莫怪我对你无情，这拢是你家己造成的。你等下去做工。另外，接办新丰公司，因哦，就是真正害死你的人啦！夏高明，救命！救！
叫你卖去惹代志啊！，你想要跟我结婚？伊到底有啥物仇恨？到底有啥物仇恨？伊把可能做这款代志。有可能。你大兄要去鉴别证件，我打电话给戴耀辉，解决问问。爸，戴耀辉跟大兄有啥物天大的恩怨？伊在俺对了顶个杀落来，无嘛？那为什么让我想先判呢？不管大兄辉跟你大兄到底有啥物仇恨，伊跟你杀落来，这是事实。 大嫂，你嘛就是陈辉做的吗？我今晚就把你爸爸交给你，大姐。医生，我好急，忙做。大姐，我已经尽力了。 顶一栋工地大楼，除了彭安强以外，只有陈耀辉去。我确定，敢若两个尔啦。莫阁惊啊啦，今年多啦，你袂疼我真忝呢。彭安强死，甲我无关系。你真铁气呢？你敢知影？ 因老的即摆已经放出风声的呢，咱八里路兄弟即摆全面通缉你呢，你若认罪哦，我阁会当保护你。啊，若无，你着。你若感觉忝啊，较早转去休困，免问啊。
安强，我已经原谅你啊，你赶紧起来好不好？我已经有跟阿公过，你讲，只要信号这段了，彻底飘不了。你完全拢袂记得啊！我知啊，我无应该甲你见你，我应该爱听你解释。大叔，今仔日我若是接你的电话，甲你叫回来妈妈的，这个代志是不是都会发生了？大嫂，不怪你自己，这一切都是命。知影无？伊离开安桥要死真切，我拢无原谅伊。伊想伊是不是？伊是不是跟我这做客人拢无予伊机会解释？大嫂，只要你的心肝内已经原谅大兄，我相信大兄伊在天之灵。你一定会知影，啊！你别讲了，麦克若是问我讲，伊会带你去佗位时阵，我是变作个笨蛋，我真正不知我变作，我真正不知我变作家伙，很狗。安强，我们家一世人永远都是你的骄傲，我不会改变，我不会改变，安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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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时阵就无洗洗手，阮人都已经死了，搁替乡出讲话。爸，阿兄真正会带阿伟害死，我一定爱赔命。
不过这个代志我一直想，愈想愈唔对。阿兄在这时阵出事，真正无单纯。爸，你想看卖啊？阿兄要死之前，小林煞发生遐尼多代志，甚至上海投资遐人，拢是台湾人。煞了阿兄，都去抓去警察局，出来了都招待两位要解决冤案。这挂代志，拢在同一时间发生，要哪可能才拄好？这所有一切，我真就安排好。我若无用着，一定有人恶工要安遐条。阿太最近甲陈耀辉徛了真远，像我即摆甲阿太对立，真有可能是阿太爸的结果啦。对，彭安强带起来，而且有听到风声。冯大凤认为这件代志甲大有关，安尼咱是不是要提防一下？太哥，廖伟这么在内底相款，伊当然不是你是做的啊。废话，啊人都不是做，伊变来承认。我请你来就是叫你替伊辩护，快当连早给报出来吧。我来讲你听清楚。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你一定要想办法，互人先出来。这摆问题是有认真，而且经过彭阿伦，还佫管理员的强势，想要叫陈耀辉出来，真正有困难啊。就是有困难，我唔才请你来。我会讲认真哦。假使耀辉人判刑，我会叫你的事务所关起翅膀。太哥，你先卖着去，我尽量就是啊。对。阿婆，是，交代落去，叫咱兄弟拢较细滴。即摆彭大凤认为伊的后生是咱用爹，一定采取行动的。对，你若无爱找伊解释清楚，人毋是我用，要哪解释？你若敢来呛毒，我著来吐互惊。安尼好啊。我不管是传你输赢。啊！不过我先问你，你上海投资遐人头，是不是你安排？什么人头？这人头过去拢是你身躯边的人。我唔对咧，人拢是我出。安怎？阿太，你若真正好叫，对我嘛，你不应该对阮后生下手。大王，我若真正要用你的后生，我会让你先了解。是安怎？你认为你的后生是甲有关系？阿太，你生的这人头是你带出来，要提供。跟你完全无关系，阿太，讲袂过啦。你来是硬要甲拗的，顺续要甲招生也是啊，哈。东吴，撤。包括陈耀辉，没想到伫内里啊都无代志，我甘愿甲除掉。姚伟在内面，若有出代志，我袂阁收你哦。李英台，大家加快嘛！讲起来嘛真奇怪呢，陈耀辉在社会上啥物款场面捌看过？啊，这边甲彭安强气冲冲，哪会这么抓狂？甲车车落死。我真是想无呢，那伊种兄弟人的作风，
唔是用刀台，就是用枪开，除非是安判人，唔才用杀的。哎，当的啊，啊，敢会是你共车落去啊？我头壳先笑倒去啊！就算我要甲车落，那都要本人出面啦。所以啊，话袂用三日乱讲啊。洪大峰下个即马带去，伊当咧抓狂啊！啊，平常时哦，伊对我着足感冒，你讲这种话，若互伊听到，我命都会无去啊！阿伟弟啊，警察即马抓陈耀辉啊，卖阁讲遐胡思乱想。你认为是陈耀辉做的？我唔相信的。你想看卖？迄当时我叫人要甲创掉，无说你去开着因某，伊就无甲我扶起来。罗顺公这边伊甲彭安强搁较大个冤仇，嘛未比我害信某较严重。陈耀辉要有可能甲用掉啦，有可能。你占较大面，安尼你就听我地摊做当的啊。哎，你那就一定硬要讲我啦。我若出事，你敢袂较好啊？嗨，以我对你做人做事的了解，你为了要达成目的，三昧垃圾步你嘛做会出来。先下手为强，唔是无可能的代志呢。啊，我咪阁讲遐个啦。你们，你们，你们。嘿，啊，彭安强带起来，当会换你做。照你讲，你个欢喜才对，你是感觉做啥？你安尼雄雄搞起来，秦风是地动呢。我惊讲时间哦，我这总经理的位我都坐袂住啊。你是咧惊彭大头会当来接手无？秦风本来就因个啊，若要当来接手，我嘛爱让你。我感觉安尼阿爸呀。哼，还唔够简单？你若果找一个机会，甲彭大头掐掐螺丝了啊！拜托。迄种伤天害理的代志，我唔敢做啦。你若想要提早做总经理哦，还得我管你。来，啉嘛，放较轻松个啦，啉啦。阮集团为着要全面转型。为今日开始正式合作，幸福国际集团新任董事长是我的大汉后生彭安强。伊是为英国留学回来啊，企业管理相当不错。伊的专业能力，伊一定会当让新丰国际集团有一个新的经营目标。来，欢迎新任董事长彭安强。想要到，我一个做老爸，啊，先看囝上山头，安强真正无机会，他叫我一声爸。爸，你打算要哪甲阿公讲？你阿公真哩疼这个孙。那会知啊，这种打击，伊要哪会堪的？是讲我讲，早晚一定会知啊。哪里？都会较晚知。苏东西你话真正收起来，真侪兄弟都已经离开啊。四中兄弟无偌济，我拢甲安排伫宝泉，搞火棍啊。不管几个，总管叫回来。爸，
这对你真正咩呀？这个哪个轮到？咱别个真正来红包去。我用欺骗。